句话，有一句话在讲，还有一句话说，还有这个父亲。再说嘛，还有这句话：“天则万事之可也，一心入于宇宙，一心入于宇宙，永灭魔法三万系，如是之人可能少。”天者，天讲如息观息，观的是观正，视就是眼睛看的这里。如何也？我是参与这回的，我走。让你做出来，你讲着我，你不听听；你讲着我，听听；你讲着我，不听。如何也？所以我一时当中，我都唔能叫走路，我全权服役。我为哪讲哪读，为哪讲哪读。你听有什么东西？所以一念叫做哪？一心入于无用的第一个字。你直接说，拥有无法生欢喜，拥有永远。我听到你后，哇，花永远的意思就是，我就要跳起来。我想说，比如，咱老欢喜有阵时啊，嘴咧笑者，啊有阵时欢喜到心肝会震，你听无？啊有阵啊欢喜到怎跳起，你听无？啊会跳，欢喜到痛哭流涕。所以欢喜，这个永远的意思就是，我已经入迷到无我的状态，无我。无我的状态，无我的状态，我只是感受到这一股的一个感受量，我叫欢喜，你就欢喜，你就能够先欢喜。这个人当成在什么？如是之人得为生，这个人当成在什么？所以啊，佛陀在《无量寿经》里一段话哈，他们恭敬啊，做一个这个互相的互勉。因为恁大家会当来听佛的无上的大法，就阮从何所来，起初经典，当然咱来做回应啊。迄阵回应啊，结束嘛吼。啊，这人客，你这本经典是对对所来呢？起初经典啊，当然你有这因缘啊，是对对所来啦，客阮。我从基州有来关东乡时代，因为伊就甲讲啊吼，我从基州有来关东乡时，这个东乡是湖北湖北省吼，湖北省啊，迄、那个有来人啦吼，所以呢，迄、那个当中呢，要一个合作，你阿个啊方法，所以人家甲讲起，你这个做客啊。广东省啊，到湖北省，咱地图看应该是差不多要几千公里的吼，应该找四五千公里有无？有一千多公里。一千多公里啊，吼、哦！现在有说，我等下你们较准的吼，一千多公里啊，吼、哦！那一千多公里，恁看好，若做会员听着，安尼尔行一千外公里，行三十几日，敢行到？行三十几日，所以后壁讲着吼，即互你感觉嘛非常无简单啦吼，非常无简单啦吼。所以到基金有卖关，哦，迄、那个所在啦吼，基西五祖敬大师在辟支法，基西就是讲，你这东向西的这当中诶，咱五祖五脉祖师啊，诸法就是诸奇
甲到周桓，周桓得力啊吼，周齐甲到吼，因为东乡是伫咱吴州，伊咧主持，但是伊咧遐到我吼一千万诶，做有缘众生啊，所以咧伊才讲啊，你啊，你想讲咱即回咱经历啊吼，迄、那个从山东啊，离迄个青岛。啊！咧开开到我山西，啊山西去一间庙，一间庙内底当中吼，有一个迄个叫什么书啊，变来书法。啊，伫遐当中，伊讲听到咱国学文化、国学文化的兴盛，所以直接机票来买，我跟经理甲郑太太，啊两个人啊坐去到山西，啊坐到山西机场了后，讲伊来开车。来接伊又得得一三点半钟的车，才到迄间庙寺。啊，内底当中哦，拢装一块遐尼姑，吼、哦、啊一块遐神明。啊，所以因咧一队人内底当中哦，拢会听遐非常的多。但是即马在道上内底，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名人，过去因一寡遮较偏僻的地方，的遮住户啊，拢因为庙寺。啊，好妙事！年过甲花香，你甲人教育，即摆伊完全袂使，所以有拢一定爱出来有那个哦体制内、体制内，就是讲在因国家的教育体制内去做一个啊所谓的吼、哦、的读书啦吼，袂使阁应该伊关到遐家己做教育。即目前中啦吼，伫、哦、泰国有那真济迄个呐较偏僻的。哦，啊，拢入去庙寺，即摆是慢慢较到较普遍。那伫早下当中吼，伊泰国基本上迄种旅游时阵来庙寺。你想，较早咱泰国一个阿伦，遐阿伦迄较早去到中国迄一边迄两个庙寺，迄庙寺内底当中有四千几个学生，迄种高二啊，泰国人特别好生啊，泰国人吼性泛滥吼，啊，生生一大堆阿伯人要邀阿伯要去。啊，就送伊啊！啊，有够济！啊，阿伦其中啊，伊遐其中了一个了，伊十六岁，啊，当当个父母，伊六岁去，我刚刚讲我了十年，啊，当拄着那一罐的，啊，后了一罐的个教化啊，心转，啊，当出来做咱人才，这原因就是，啊，因过去拢总去游戏，因嘛无去插，因嘛无去下头读过钱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过去。哦，即个叫庙寺啊，离咱当时离千几年前，我听迄个时阵离佛祖，迄个时阵原来是即个案例，哦，原来是边仔即个读册，爱要读册，爱想，可能去边仔兼读册，安尼对啊啦，兼上经啊，兼修行啊，兼读册，哦，啊，因为伊无离迄个国家的体制内，也不叫读过书啊，吼、哦。那到基州东乡寺来，佛祖大师在。在辟书法，所以我大师呢，伫遐咧主持甲教化。门前有一千外个，我到庙中礼拜。伊讲伊内底迄个门前，门前意思讲，伫东乡西街内底，迄个一家人。一家人话者解释，就他们这一门的人叫做门人。刚才讲起来，东乡西所有的人话者解释叫做门前。哦，所以有些人想讲，讲叫做哪？啊，我们叫做寺庙，寺庙，我们叫寺庙。哦，啊，有人叫做本，哦，本寺庙。但是本寺庙这是一个硬体硬体，但是内底有一个叫做主法，主法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。主持，主持，主持，即换一个解释，就是咧解释叫哪？解释大家听，大家长，大家长，即间庙寺的大家长，啊对，哦，但即间庙寺就是一个媒体空，但即个主持就是一个人，是有，有啦，恁今仔日哪边来即间庙寺？这间庙寺，比如讲，即位泰国迄个新加坡阿妈来到新加坡，因讲呾讲回家寻根，他们要回家寻根，寻根呐吼，回家
回这个家哈，回家寻根哈，要找这个根，啊，这根是哪？这个根是这大白根，这叫做根。啊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本，所以叫做本寺庙，本亦有圣堂，这个叫做本，啊，是根。这两个叫做哪？叫做根本。你今天你哪代？那你哪你回家？你今天你回到寺庙，叫做屋。房屋这叫做空，因为这个土，这个家庭内底无主人，叫做空。你当然这间厝名啦，但是这间厝内底有主人，安尼叫做哪？叫做回家，大家回家。这个厝，这个家若无主人，叫做屋房屋。这个家若有主人，叫做家，咱就是个家，叫做温暖。所以这个家袂使离开。